兮兮的，带你去洗洗吧。到时候我带你去找你的家人，你可别不相信我，我说的话一定会办到的，放心吧。你说你怎么就走丢了呢？要是没有在那片海里遇到我，你该怎么办呀？小命都没了。哎，小家伙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知道什么是自由潜水吗？来，小家伙，我现在给你正式的介绍一下什么叫自由潜水。那可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运动，可是仅次于高楼跳伞的第二运动。哎，自由潜水可是不带氧气瓶的，全部都是靠自身的肺活量在海底下自由潜水的，知道了吗？来，亲一下。啊，对了，小家伙，你可要记住我的名字，我叫欧叶，是成功和胜利的意思，记住了没有？小伙伴，哎，哪来小伙伴？快走开！不要
要在这儿，快走开，走开！哎，哎，你拿好，谢谢啊。小家伙，别着急，这都是给你吃的。嗯。来了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再来点。送给您。好可爱的小狗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会帮它找到合格的主人来照顾它的，放心。好的，那谢谢了。小家伙真乖。小家伙，好好照顾自己啊。拜拜。将我放在你的房间里，你对我的测试是我最大的幸福，可是你要我怎样忘记你留给我的回忆，不要忘记我只要永远在你身边。
着呢。嗨 ，Mary， 演出期间保持专心。啊，小七，乖啊 ，Mary。春春姐姐，你就让麦瑞和小七玩一会儿嘛。诺诺，你知不知道演出高于一切？这是谁的名言？牛团长。知道就好。等一下，麦瑞要演出，诺诺，你要遵守你爸爸的规矩。现在带小七出去吧，你要听话，诺诺，别影响麦瑞的演出。嗯，去吧，诺诺。小七，你的女朋友现在不能跟你玩，她要准备演出。诺诺 ，Mary 可不是小七的女朋友，你要搞清楚。他们两个那么好，早就私定终身了。真不知道你的小脑袋瓜里哪来的这些词儿？你知道私定终身是什么意思吗？私定终身就是在一起，谁也拦不住。你个小东西，真是太有个性了。我是小样，我就这样。嗯，好的好的，快走吧。来来，小七，来走吧。来呀来呀来吧。小七，让你老实点，你不听。现在没得玩了吧？小七，我知道你喜欢麦瑞，放心，我一定帮你搞定好心情，让你们在一起。没戏没戏。公主，你也觉得小七配不上麦瑞吗？异想天开。小七，别灰心，只要你努力，女神都会被拿下的。下面有请我们旺旺马戏团的公主上场。就是暴雨啊，这几天酒店的交接工作就麻烦你安排了。你就是新来的总经理？对，我就是新来的总经理 David， 他们呢就是我的团队，每一个人都是在瑞士学习过酒店管理的，包括我在内。历任总经理都是这么说的。我跟那些虾兵蟹将不同啊，我来的目的就是要力挽狂澜，重塑辉煌。你打算怎么力挽狂澜，重塑辉煌？跟我来。这儿就是梦开始的地方，这个石头叫望主石，它的背后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。话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呢，有一个老渔夫和他的爱犬相依为命，老渔夫每天出海打鱼，而他的爱犬就趴在这儿等他回来，无论白天黑夜，刮风下雨。可是有一天，老渔夫在海上遭遇了暴风雨，船沉了，他再也没有回来，可是他的爱犬却依然趴在这儿等他回来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结果他的身体就化成了这块礁石，永远等待主人的归来。这就是望主石的由来。这是极乐湾广为流传的故事，三岁小孩都知道。哎，你还真说对，我还真是听三岁小孩告诉我的，所以我才觉得我们在走向辉煌的道路上充满了希望。这有什么关系吗？我问你，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？狗的忠诚。你说的也对啊，忠诚呢是人狗关系中最动人的一种，但是我们是要拿人狗关系做文章。那跟我们拯救酒店有什么关系啊？我问你，酒店管理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？特色。
对了，我呢，就是要把这儿打造成中国最大最好的人宠共同度假酒店。想想吧，哥哥，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未来？这里以后就是人宠的圣地呀！夸夸其谈，不切实际。我问你，人类以前知道自己能飞上天空吗？每个梦想在实现之前都是不切实际的，但是人没有梦想怎么成功呢？嗯，好，加油啊！所以，好吧，我们走了。哎，你干嘛去？我回去工作了。你回来，你给我回来！你看，一看就是没经过酒店管理培训的样子。你们不能像他一样啊！哎，都小心一点啊！哎，搬的时候慢一点啊，装箱的时候自己的东西自己都拿好啊。哎，好。过两天可就不开箱了啊。牛团长，哎，我们这次去哪儿啊？听诺诺说是一个什么高级酒店？海滨酒店。啊，哎，小七，抓紧时间吧。啊，你吃了我的骨头就要给我办事儿啊！哎，小七，你站住！哎。你怎么没点诚意呢？啊，刚刚咱俩说好的事儿呢？来来来，小七小七小七，哎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哎，不许欺负我的小七！诺诺，你哪只眼看见我欺负小七了？你看，他嘴里还叼着我给他煮的大骨头呢。你看小七多乖，他把骨头给麦瑞吃了。他这骨头给谁吃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他吃了我的东西，他是不是应该替我办事儿啊？你的奇葩口语翻译器又有新版本啦！3.0版本，我专门给小七设计的。小七要是带来啊，他在说什么、想什么，你就全都知道。不行。为什么？你上次2.0版本差点把我们小七吓着。2.0版本那是一失误，这次保证没问题。嗯。没得商量。嗯。坚决不行。嗯，小七啊，今天算你运气好啊，等哪天让我单独看见你一个人，嘿嘿嘿嘿， Mary， Mary， 咱俩聊聊呗。嘿，哎， Mary， Mary， 乐琪，你干什么？那个我新研究的狗语翻译器3.0版本，我想给 Mary 试试。洛奇，我警告你，不要拿破狗语翻译器来骚扰 Mary。没什么事儿，没吓着你就行。哎呀，坐，卧，滚，立，卧，卧，滚，好。哎，小七，小七。只要你们家狗没事就行了，以后还是要多注意一点，这多危险啊！实在不好意思。没事。我走了。跟你说多。
气受什么刺激了，一路往外跑。哎，诺诺，团长，这什么情况？咱怎么办啊？追啊！哎哎哎，追不上了，没影了，已经。诺诺，不要着急，小七一定会回来的。他能找着我吗？必须的。哎，那狗的嗅觉细胞啊，是人类的10000多倍呢。小七那么厉害，他一定能找回来的啊，好不好？老板，
我们到底在找什么呀？跟你说了那么多遍，你都没有记住。我们在找龙威号，一条清朝的破船，值得你下这么大功夫吗？哼，你懂什么？现在国际文玩市场，中国的宝贝很受追捧。前几年香港苏富比拍卖的乾隆御前宝刀，你还记不记得？乾隆御制，天字十七号，名为宝藤。这你倒是记得很清楚啊。拍卖5000万以上的东西，我都记得清楚。那你知不知道乾隆御制的天字号宝刀，从乾隆13年开始，到乾隆22年完成，一共有30把。你是说，咱们打捞的这条沉船上有乾隆天字号宝刀？根据我对史料的分析，这条龙威号沉船上最少有一把乾隆天字号宝刀，另外船上还有大量的瓷器和玉器，按现在的黑市价格也不会低于2亿。那你就带这么点人过来？中国的海事局厉害得很，我们只能暗中行动。就凭我们手中的那条破船，要找到什么时候啊？好不容易才能入境停靠，而且停靠期也只剩最后一天了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船沉在海底跑不了，我们这次能把它的大概位置锁定在极乐湾就不错了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再来？我自有安排。这是你的画本吧？谢谢你啊，老板。不客气。好，慢走啊。再见。啊，这可是我的宝贝。Thank you.
据气象台提醒，今天白天将有一股台风登陆极乐湾，请立刻选择安全的码头停靠，离开当前海域。有一号，有一号，听到请回答，听到请回答。在这乖乖的啊，我要去工作了，听见没有？雷达显示，有一艘船正在向我们靠近。是中国海事局的船吗？好像是一个酒店的。去应付一下吧。嗯。有一号，有一号。我们是有一号。你是谁啊？这里是酒店的海岸救护队。救护队？可是我们没有发出求救信号啊。根据气象台提醒。马上有股台风要登陆极乐湾，请尽快离开这片海域，请在安全的码头停靠。台风？我们怎么没有收到预警啊？无线电是不是坏了？刚才呼叫怎么一直不回应啊？估计是无线电坏了，我回去看一下。怎么办？要不要把这小子拿下？这种天气条件很难再有所发现了，我们就别再旁生枝节了。龙威号上的宝贝怎么办？你放心吧，宝贝在海底下跑不了，现在快去把那小子打发走吧。
明显，家人在我身边，感觉胜过了环游全世界。美梦虽要实现，也要抽点时间陪你们聊天。短暂的离别也会让我更加思念，昨天有你在身边笑着。